传奇厨师走了。火，和平的小丑，和平的小丑不适合打王啊。啊，让法师先来解决他，我们等等再来一个和平的小丑。和平的小丑要去哪里才找到钱？那我们这一场有火球术、火法，打王那是很强。火系最强法师，开烧！熔岩球，哭啊！怎么这么多段啊？哎，魔法好像不行嘞、欸。岩球，漂亮！高速进二阶，烫他，烫他，烫他！五秒啦！哦，巨人！哇，我第一次看到巨人欸，来了来了，终于出现了呀！巨人，一切都会留下颜色，还可以留下自己的轨迹耶，好猛哦！在地下室里面，巨人是无敌的。哼哼，啊，连敌人都会啊！哎，对啊，没锁到，画面很乱呢。找装备啊，先找装备啊。我们先穿一件，稳一点。哭啊！连敌人这个放小招都有哎、欸。火球直接变彩虹喽！哎，我飞回来这个太大只。雷暴，雷暴好像没有很痛哎、欸。小刀，好，小刀看一下，多打100%伤害，强。这就是直接要把敌人给揍死。巨人还有什么能力啊？你很巨大。
怪好多，哭啊！到处都是东西啊！ 走到下一区嘞，闪电！哦，一拳就可以干掉一个，陷阱又是陷阱区。 以前巨人是不是有加伤害啊？现在的巨人好像就只是变大而已。以前巨人好像加25%吗？还是只是就渐变长？哦。 每次隔挡竟然要，可恶！只拿这个无敌的时候强化，巨人也没有到完全的 debuff 了，因为巨人你的手会变长。我没有150的魔啊，好爽，找到鸡腿。 就一直揍他，感觉很快就可以把他揍死。该不会又是最右边那个点吧？看一下左边，感觉是储藏室。哦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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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哇塞，到处都是陷阱啊！好像只能拿个宝箱嘞。巨人要不行啦！太大只，强迫症，火球哎、欸，哦，有火焰屏障的巫师。 智商越高，旋转踢越痛、欸。哎，可以做新装备啦。特质增加黄金收益。矿石哦，矿石1%几率，开始挖矿。 巨人呢？巨人倒啦！好啦，不演了啦，了结他了。 刚没踹到。 帮帮，右上角这个点感觉几率不太高哎，但还是过去看一下。哦，靴子。 靴子好像不错哎。
啊，怎么踹不到右边那一个啊？静电刺免疫，这到底是啥鬼？我上次拿了这个被刺到，还是很痛哎。 先往下走，来一张安全的图吧。鸡腿房，没有鸡腿，超烫，这一只真的超烫。 完蛋！补血，再补血！危险嘛，真的是危险嘛！哦，双刀！好啊，回转！这种厨具也是不错。 通通拿去做生鱼片。哎，想被这个打中了，算了，不理他。<笑>料理可不是只有刀工而已。我啥？生鱼片也是有调味的吧？ 再吃一点啊！看我这不就主菜了？这边有什么？有一个戒指哎！但我砍人应该还是有带火。 最大法力值开的绝招会有加成，我这一只有办法最大法力值吗？他这个不是一放就扣了吗？哦，打有负面效果敌人增伤，这个不错哎，我砍人是一定出负面效果。 回去找一个食材就好了，我只要在一个食材其实就够了。嗯，随便给我一条鱼吧，打到最稳了。 来一条必须啊！没有哦，有了，好，够了，还可以再拿一件装哎，直接离开这个世界，目前黄金加35%，还有这种东西哦，现在可以直接离开哦，直接退休。
OK， 瘦死。啊，还有退休金加35%，哎，真是厉害。好，开始把它做成生鱼片。完蛋。先补一手。狂开舵，哎，溜！太强啦，这个厨具虽然它不是传说的厨具，但也是很猛。哎，哭啊，快做菜。漂亮，剁食。呜呼，剁烂喽。埃斯爵已战败，上菜。可以去金门嘞，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了，恐龙要睡了，晚安恐龙。金门，哦，金门是打 boss 啊！岸边有破碎的小药瓶，在冥河里面洗干净了。好，最后的对手竟然是你，欢迎来到伊甸园。你是他最后的亲人了，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人。如果你能打败我，果实就是你的，里面都是毒。亚伯，你会怎么做？来吧，最后的决战。他怎么有传说中的厨具啊？哇，他所有的厨具都有。他能力跟我一样，哎，他会所有的法术，哎，他的怎么能两段跳啊？很主菜。第二，他的披萨还是追踪的，哭啊。镰刀来了啊！他的会弹跳两下，弓箭，他是武器大师哎。可是他的镰刀好像没料哎。他的斧头是真的强。这个披萨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完蛋了！哭啊！披萨应该可以踢耶。哦，披萨送到了。
神奇法师，巨人女武神。来，传奇剑士来了。护甲加成，我好像可以买装备了。想穿这个鹦鹉螺一整套应该可以了吗？这好像比较便宜一点。哎，鹦鹉螺一整套，升级，好啊，没钱啦，我已经没钱啦。感谢 NL 62个月，有的有的，我每个月都有抽奖哈。这个月应该是要抽这个环保袋，制作中。让大家可以带着出门。哟哟嘿哈。这一只冲刺之后竟然是可以暴击的，但是有 CD 哦，还是没有，冲远一点就可以了。人生没有第二次的机会，哎呀，我来帮我爸爸报仇了，试他一下，只有这样，到底是啥鬼？他是开局无敌是不是？哎，他怎么是追踪了？碰到他该不会是不会扣血的吧？哎，披萨来了！哇塞，这个回避时间也太短了。真的碰到他不会扣血。各位追黑不要被骗了，都黑箱作业，跟买快筛一样。不可能，我这里不可能黑箱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传奇长枪兵，来传奇射手，你们抽不到是因为定的不够久。你可以往任何的方向冲刺，这个 也太难用了吧。哭啊！是滑鼠指哪里，他滑哪里，欸，很难控制，欸。好啦，我们先飞上天啦，打稳啦。那到底是要怎么控制呢？哎呦！射手快不行了！啊，护射啊！煞就是要找时间先把它都踩掉了。
哎，披萨碰到我那个地板，它也会直接消失哦。哎，哭啊！怎么往下冲啊？哦，传奇拳击手。 我们家主还没有出过可以打王的拳击手，我感觉就是他了。八八包还会卖吗？八八包哦，这我就不清楚了，说不定会有新版的。还第一个可以把王揍死的拳击手来了，暴揍，还可以把弹飞，超强，鬼快气功，这可以硬让他换武器耶，还敢拿披萨？ 走开！完蛋！出拳不够快啊！ 传奇双刀人，那个打拳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不痛哎，还带白星哎，这一次白星超强。他好像一定要先连打30拳再出招。 看我的七星刀！哎，痛！隐身术，这弓箭其实应该是要小心的，弓箭的范围有点麻烦。 汤匙我们也拉远好了，这个雷爆术就可以随便打了，完蛋！ 我也可以隐身一直开、欸，哎，好啊，要被这个白痴招式打死。隐身术，哎，镰刀还往前跳、哦。
汤匙。汤匙危险，应该是可以吧。汤匙，隐身术，第二阶段，我没看错你，你不像国王。我看到你的意图了，去找卡龙吧。啊，人的命是只有一条的，叛徒已战败。他的旅途已经结束了。七星刀真的强悍。看来码头有真真正正的大 boss。是谁？哈莫森城堡。我们家族这么多代了，好像又要打祖先呢。又是他？怎么又是他？你带来的生命之果，我有点忘记他是怎样。他好像跟我攻击方式是一样的。哇，他变身喽！凯隐。完蛋！哇！会丢大骨头，雷电法术，这个是两层的岩浆球。哦，这个只要不跑就好了。太酷啊！哦，这一招比较麻烦一点。哦，拳击手，有毒的剑士，大师圣物哎，他也是什么都会的那一种。好，强化我们的攻击力，一定直接把他刺死。这样要怎么去啊？哼哼哈哈，找披萨人啊！好，披萨人会带我过去。OK， 大战开影。不难处理吗？
好像固定是这样放的。第二阶段，第一阶段大概就这样了。第二阶段多一个转，哎，哭啊！哦，这个是要踢的那个，好，完全看懂了。 来吧，还是七星刀好用。这是复制那个 BOSS 技能哦，哎，钱可以一直留下来。那我们这样不用付过路费嘞。披萨人是不收钱的哦。这倒还是闪远一点，不要被打到比较好。红球用这个应该是最稳。 第二阶段，黑色的版本，这一次变成雷暴球，哇，变成打里面了。哎，第二这个变成锯子了，这个变得比较好闪一点。 里面竟然还有长哎、欸，这个变成锯子了，要小心。这招变成打两个火球出来，这个应该是变成最好闪的。完蛋！ 下的稍微快了一点。哎呦！哦哦哦哦！电锯！怪怪球！ 完蛋！啊！被他锯烂啦！
尔一定要踢到三颗球才不会扣血。第三阶段，喂，又喷这个，完了，只要再被打一下，我就。第三阶段，哦，好，第三阶段是两个颜色都会放，哎，好，明白了，那应该是可以轻松解决。天后，超强骑士来了，放毒。多赚50%的钱，放毒，吃吃吃吃，放毒，哎，完蛋了。回家，蓝色的球这样本不太好闪。哎呦！嗯？超级小丑。这一次打他一定超稳，其实可以把这个全部变成音符。到了，其实小丑应该是打很远的。应该有打到吗？哦吼！哎！传奇剑士来了！啊，不落地应该是很稳。都可以打到真的不落地，格挡也不错吧。红墙先开起来，一刀72，回归最初的感动。红墙，红墙。空墙，
把他逼到角落，所有招都可以用风墙吃掉。风墙，完蛋，没跑掉，应该取盾了刚刚。 疯墙，借过一下，疯墙。 再来，风墙啊！没挡好，完蛋了！哎呦，哭啊！风墙放歪了，这里是有冲击波。 这个好啊，野蛮人看不到生命，那就没有什么好害怕了。这只也是直接冻结所有的东西。 刀125，跟他贵嘞！直接把这个消灭也太稳了吧？感觉可以消灭的技能真的都很强。 最危险的就是那个两颗球了，他在放出那个黑影，蛮恶心的。哎，对啊。 哇！竟然还被打到一个，完蛋啦！我死去呀啦！哎呀，可恶，满血被秒了。
明天再来了结他了。差不多来去这一群。哦，竟然会有满血秒杀的耶！卑鄙啊！有雨伞，雨伞，你是长枪哦，龙枪兵，这是带毒的龙枪兵哎！啊，错过啊，白痴！帽子。哎，我来，对，大凯说他还在播哎，大凯好像还在约会。哦，那我好像可以先把这个 boss 给宰了。那我要来去睡喽。呜呼，好恶心哦！你就不想跟大凯玩，你就要故意睡到大凯回来。我知道。不是，你等一下打电话叫我 ，OK 吧？你先开台啊，别再混了。啊，不然你去过那个、啊，你先去刷炎魔。你倒是把炎魔给宰了。我打不赢炎魔。怎么可能打不赢炎魔？龙枪护盾，被打到哎、欸、嘿嘿，龙枪护盾。这有没有蓄力有差的吗？现在不能挡住这个骨头啊！哎呀！哎，完蛋，送头！护盾来喽！这有这一群吗？有啊，等大概五分钟啊。不能让这个土的层数掉下来。完蛋啦，怪怪的。嘿，有电。摧毁所有中型投射物。哦，这次是英雄哎、欸！啊，有毒炸弹的英雄长枪兵。860滴血，他是真正的英雄。BOSS 杀手，永远无法治疗，不需要，完全不需要治疗。是真正的英雄。雨盾向前，雨盾向前，刺。刺刺刺刺，一直刺，一直刺，一直刺。
还哭啊？他好像也没有自控的，真的那么久。我感觉这两招最好都挡一些。那这还是上来踢球吧，比较安全一点。然后挡这招跟大字爆，其实我感觉那个应该也可以直接被我挡住吗？还哭啊！这个原来是不会往下掉的那一种哦。我还想说那个火球是会往下掉的。哎呦，盾牌怎么刚好没了？我倒还是打稳一点好。血量稍微怪怪的，完蛋啦，没东西踢啦。出点意外，超级小丑来了！电影研磨嘞，紧张啊！好恶心哦！只要一想到跟大凯玩，你就想睡觉。乱枪，想到等等要那个我就，我靠！
小丑真的是修夸有点怪怪。来了，传奇双刀。这是有超音波的双刀，好像可以把黑色的球打掉吧。解锁一下，啊，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能穿过去？引擎，漂亮，第二阶段。直接引擎怎么样？不行欸，这个太久了。这一招我们就直接隐形吧，感觉对我。这个还是踢球好一点。我半血了，半血够了啦。有七星刀在，根本就不会扣血。嗡嗡，哎，竟然被这个打到了。危险，危险！我不会安静离开了，我的复仇将会是七倍。不朽的国王，今年已经变七倍了。水位上升呢，他在补给室，一切已经变得混乱了。我知道房间移位的地点，把一切都搞定吧。
十分钟给我们跑啊！城堡再过十分钟要爆炸啦！他是奇迹之神，最后的持有者已经死亡了。奇迹之力，哦，这是电梯啊。哦，在里面时间的流动比较慢呢。哇，他黏住了。这普拉达洛德斯，一些碰相连死会回到原来的位置。大凯咧，大凯还在路上啊。完蛋。哦。哦。我要让他不会夹死我。要更强大的意志力。该不会可以控制整个鬼岛飞起来吧？飞啊！住啊！使用相连石。找到相连石。换位置了，这什么状况啊？竟然藏在这里！哦，最巨大的石头。小骑士被留在那里了，我们飞走喽！你回来啦，漂亮，来到第二个城堡了，大家都飘上来嘞。OK， 全员到齐。模型，看到你所做的一切了。我是真正的英雄哎，5700块，可以回去救约拿吗？救啊救啊！
还有一个问号，问号，问号。我还被这个小小河豚干掉过。法师还少遇到一种。虚空兽冷架，看来是后面才会遇到的怪人。臭狗，三种盾牌，奥利奥。我竟然有被宝箱怪咬死过。斯库巴，基本上都是一次过了。这个阔鱼危险，阔鱼蛮容易杀死我的。后面很多问号要扁呢，还有传奇约拿，咚咚咚咚。棒棒棒棒棒！哎，大家来看一下制作名单。我们的旅程，然后还可以继续下去耶。啊，之后再来玩呢、啊。明天，我明天再来破。我、哦、怎么有一只这个啊？被击中，荧幕会变暗。
今天会有大富翁吗？今天要来运动啊！臭狗起来运动了。运动了啦。大凯到了吗？不然你等等打大凯怎么会有力？护甲提升。你的冒险正在开始，所有的真相都在另外一条命运线中。连这个木头人都比我高等啊，没道理。木头人都有127等，突破。啊，明天再来过了，我该来去运动了。呼叫白痴，走啊走啊，走啊走啊，先来运动了。嘟嘟嘟嘟嘟。那我们先来打一局高尔夫。